了两千，三下不来。今天那个还1800，跟着大众点评来了，秉胜品味。1300下不来。今天那个还1800。今天加盟的话是6.5到6.8斤。啊，那么大？对，我们四个人也吃不了啊。海螺多大？海螺吗？5.5斤左右。啊，真的，我也这四个人就光他都够了。对，他是深海鱼，都比较大的。嗯，石油鸡有吗？这里没有石油鸡，有冷水麻油鸡。老唐，啊，酸菜炒大肠可以，来份酸菜炒大肠。这个可以有，就是再去一个麦饭。嗯，有那个酸菜。可以，我再上了几个。几个菜？4个菜。酒店的茶真难喝，在我喝过4-5个酒店的茶中，只要你是套餐里面，你不自己加钱的，那些茶都挺难喝。酒店里边一般买茶的茶妹是外包的，这拿茶包泡的，你也还能好到哪去？有些是好点的，像什么瑰丽，拿个茶叶还给你试茶。酒店里那一壶茶没有3-400的，你喝它干什么？卖你400，估计比外面同样的茶还多赚100。卖你400，挣你390。给你那一壶茶5克茶叶，你觉得它能有多少钱？水才多少钱？算是那个茶妹的工资。我告诉你，酒店里卖茶的那个，就过来给你沏茶那个姑娘，是外包的。好可怕呀！召集冰川节68。那被骗了，茄子改成一菱形块，拍上粉的一炸，炸完了不是脆的摆在那，炒了一个咸甜口这么一个汁儿，但是这个汁儿呢，糖的浓度其实很高，味道也很重，哗哗就往脸上一化就完了，就是炸茄子上面挂了点咸甜的类似巴斯，是那么个东西往上一撒，哎，这个被这个创意骗了啊！秘制脆皮叉烧98块钱，这什么炸的呀？我换个位置尝一口啊，好像一块五花肉，它是炖的还是炸的？就好像我们西餐做焦糖苹果的状态，炖煮熟了以后，烂了以后，一整条的这个五花肉，我们那边使那个叫粗粒的那个砂糖，哗往上一弄，焗炉那一焗，糖化了。切成条摆在这儿，它那个糖就会变成一个酥壳，明白这个状态吗？就是五花肉上面挂了一层糖的酥壳，创新菜嘛。它的肥肉已经化到你进嘴一嚼，它的肥肉是液体，明白吗？猪肥油进嘴以后，你一嚼它是液体，就瞬间就融掉了，非常有创意。但是好不好吃看你们个人的了，我的意见不代表不了大家啊，我个人意见一般。中间给红酒梨不错，红酒梨又香又甜。红酒梨做还挺复杂的呢。不复杂，就三样东西：红酒、糖、桂皮、柠檬、梨，挺好吃。味极之虎椒爆肥牛，48块钱。我先来一块虎皮尖椒肥牛，好吧？好咸啊，特别咸，这肥牛特别特别咸。这个尖椒很香，但我吃的这块里边都是籽儿，好辣好辣好辣！那尖椒真挺香的。先说口味啊，一个咸甜的口，底下带一点点的一个蒜的香味。说实话，这个它咸的我已经吃不出牛肉的味道了，这菜就没法评了，明白吧？服务员来了，叫他换菜。太咸了，这真没法吃。我一般不退菜的。小伙儿，把这个拿回去让师傅尝一下，太咸了，没法吃啊。那需要取消还是需要？你可以重新炒一个就行了。来，换一个。对，换一个就行了。这么简单吗？他都不反抗一下子？很正常啊，换个菜。生盐焗响螺，238。哎呀，这还紧张啊！这个是黄，这个是干儿。这是苦的，那是不是要倒掉？对啊，这个响螺焗的好狠啊，严重脱水都要干了，但是很香，就
焗得特别狠，很干，吃的还可以。苹果猪上汤醒枸杞，68，加两片猪肉，再两片枸杞苗，快一小一点点糖。嗯，这个就是苹果猪，尝尝，就是个猪肉片，挺香的，枸杞苗啊。烂烂的，没什么口感，但是它有一种味道。你说它这个味道是甜吧，甜里还带了点苦，先进嘴你嚼是微微的甜，慢慢转成了微微的苦，还有一点特殊的什么，就好像枸杞子那个香味。这个汤喝着不错啊，又鲜又甜，还有点特殊的味道。哎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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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德功夫鸡汤鲤鱼球88。这个鱼丸里边有刺啊，小心点啊。很是鲜甜啊，口感很是 Q 弹。我再尝尝这上面，刚才妹子说这是叫西洋菜。哇，不就是一个素菜，尝口汤啊。这个汤喝一口也是很鲜甜，也不错。鸡汁鲜酿水鬼粽48，我估计水鬼粽就是豆腐的意思。我先把上面这个肉抠下来，看尝尝是什么啊。猪肉馅，豆腐中间扣个坑，塞上猪肉馅，两边一煎，搁在这个包里边，然后放点鸡汤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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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煮，好了。哎，我尝尝豆腐，豆腐属那个非常非常嫩的那种嫩豆腐，但是到不了北方那个内酯豆腐的软嫩啊，到不了那种程度。豆腐非常嫩，鸡汁儿说白了就是盐、味精，再点鸡粉和浓缩鸡汁儿，它和鸡汤关系不大啊。豆腐不错，汤一般。广州这个餐厅不到米其林这个级别，他们都舍不得给好米饭吗？就这两家米其林给的米饭使的米好，剩下都是那种南方大米。柚子皮炖鸡128，哎呀，来尝尝鸡，不得不说鸡可是个好鸡呀、啊，这个鸡皮非常有韧性。嚼这嘎吱嘎吱的，鸡肉也非常有弹性。嗯，你确定这个东西能吃啊？我得尝一尝啊。这个柚子皮，它的口感有点像茄子，但是茄子还有点韧性，它是糟糟的。简单的一个咸鲜口，里边带着葱姜的味道，上面有好多的那个豆豉碎，说实话也吃不出任何柚子的味道啊。这个菜我不懂得欣赏，鸡肯定是个好鸡，我实在有点吃不惯。听他们广东人说啊，他们广东人的垃圾桶里永远不会出现柚子皮，都拿来做这个了。我不懂，来，有广东的网友，你们在评论里怎么回答吧。做成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跟肉搭的水果，除了菠萝、咕老肉好像还行，行，其他的感觉怪怪。橙子、蟹、仙藤鸭胸，不是挺多的吗？菠萝鸡、柠檬鸭，椰子鸡、火龙果炒牛柳，这木瓜丝拌的海鲜，挺多的。在弹幕里边。